第33题，有关于空气组成的叙述，下列哪一项是错误的？第一个 A 选项，空气中的氧有助燃性，这是我们所背过氧气的性质，氧有助燃性，所以 A 选项是对的。 B 空气是个混合物，我对，因为我们知道空气中主要的是有氮跟氧还有氩，然后呢还有一些变动气体，所以它是个混合物，那我们有做一些什么燃烧的实验啊，来生锈的实验来证明它是一个混合物，还有把空气液化之后再来加热，让它那个有的会先蒸发，有的会后蒸发，可以知道它是个混合物，所以 B 的选项也是对的。C 空气中二氧化碳跟水的含量会随地点气候而异，对的，因为呢二氧化碳跟水气叫做变动气体，它的在世界各地的含量会有所不同，所以呢 C 选项也是对的。D 选项，氩气是空气中含量最多的气体，这是错的，因为氩是空气中含量最多的惰性气体，但是它并不是最多的气体，最多的气体应该是氮气，第二位应该是氧气，所以呢我们的第33题的答案呢，我们要选择的是 D， 氩是空气中含量最多气体，这个叙述呢是错的。